我们在倒车过程中不小心把后面两个轮子横死倒下漏喊，正常往前面开是开不上去的，我都试了好几次了，随便怎么开都开不上去。一般在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们只能打电话叫救援或者找人过来帮忙抬。今天我就来教大家一招，一个人从何轻松把车开上去。第一步，我们需要把尾箱里面的东西平衡。尾箱灯丝拿出来之后，就减轻了后排的重量，然后增加前轮的抓地力。等一下，我们只需要把千斤顶，把千斤顶拿过来，把这边顶起来，用石头钉在这个下面。好，现在我就来教大家怎么操作。那边我们已经顶起来了，这边我们也是用同样的方法，把千斤顶把前面的顶起来，等后面缝隙出来了之后，我们再把石头钉好，只要后面的悬挂超过这个路面，我们就能够开出来了。好，现在我们石头已经钉好了，悬挂已经插立到路面，来看我怎么把车开上去。这不就上来了吗？然后我们把石头拿开就 OK 了。